三个字，然后是个地点，然后你们要看我是在哪里的这一场戏。哦。谁都不准剪，谁都不准剪，三个字。他们有说御书房，还有长春宫，所以这一集是你当时是摔是干嘛来着？摔那个我姐的那个长命符。刚开始大家应该都记得。哦，要表扬粉丝们。